shit. Hello， 我是江江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贤猛呢来挑战一下这个卡利温副本，贤猛副本的任务。OK， 我好不容易存了290万金币啊。我们实际来测试一下，打这个王呢，会不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物品？对吧？好不容易呢，集合了一些队员啊。对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准备要出发了。哇，法师还没煮到人呢。先把这旁边的小怪清掉。对了，记得关礼貌。关礼貌比较好打怪。还好小怪还蛮简单的。哇，一个人被围殴了，撑住啊 ，S 大！第一次打有点混乱。没有煮到骑士，所以不晓得打王的骑士是哪一位。凶了凶了凶了，撑下去啊！哦，开始损血了。等下我的小号快挂了，快走快走！好忙哦，一次控制三只。下吧，卡利温。有小怪在旁边乱了。射狂射！小火车好像打到人了，砍他，砍死他！你骑士好像快挂了，糟糕！哦，朝我过来了，我要酸了，不要趴，不要趴，对着我跑了，那我先把这个妖魔工兵干掉。恢复啊！
自动攻击居然会移位耶。哦哦哦，他讲话，他讲话了，有机会哦。哎呀，这小号要挂了，今天死两次了。加油啊，加油啊！等一下，不要引太远。哎呀，你绕上去打一下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哎呀，那骑士倒了，快把他干掉，快点。哦，追过来，追过来了，先补下血。要怎么点不到他？哦，竟然过了耶，过关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捡的。我都白的哦，没有权限。我捡到了狂点，哇，打超久了，终于过关了。第一次打这个副本啊，没有不是很有默契，而且我还不知道怎么补血。下一次应该就会知道怎么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抽到什么啊？一个强化的，是什么？刻印的五卷哦，好烂哦，这是什么烂东西？我们感觉我们这次这个王打到的东西都很烂哎，所以值得花290万的钥匙来打这个东西吗？一个蓝的武器都没有，怎么可能？OK， 我们这次的副本呢，到这边结束啊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按个赞啊，然后多多留言，然后还没订阅的，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再见喽。